Hello， 我是美联物业 Yvette， 今天同大家介绍海运花园四座高层 E 单位，实用面积710尺，是三房套的间隔。这个客厅有两边窗，可以做到空气对流的效果。厨房采用半玻璃百折门的设计，可以望到内外的情况。适合用作小朋友的睡房，而另外两间房间隔方正，无论做书房定是睡房都完全没问题。如果大家都对个单位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找我查询。